我作为匪人的总裁，做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和判断。像你仅凭直觉就鲁莽而行，万一打草惊蛇怎么办？哦。不过你及时发现人力未品已经不断的行为，提醒了我。和这种人合作，风险的确很大。是吧？我就知道。哦。嗯，对不起，周总。哎，那你怎么会突然决定改投云巅村呢？ 眼见为实啊，那里的水质的确不错，而且你也说过，那里的人需要这笔投资。哇，周总，你也太善良了吧！我只是做出了最符合商业利益的判断。嗯，那我就先替云巅村的村民谢谢你喽。 哦，对了，我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二牛他们，村长他们知道了一定会高兴坏的。